Hello， 各位小伙伴，大家好，我是毛子。今天呢，毛子要给大家带来一期华硕 ROG 太阳神全家桶的装机走线教学。那么这个配置呢，在上期视频其实我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全部摆在这边。懂硬件的可能一看就知道了，我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我只能告诉大家，这台主机的价值相当于一辆50红光，而且还是高配的50红光。那么太阳神呢，大家已经看过无数种了，里面的配置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重要。那我只简简单单介绍一下这位机主他所改装的部分。这个呢是可能大家在之前视频里面没有见到过的，这是一块升降屏，而且是金属质感的啊，非常不错，可以改装在我们的机箱当中，开机之后它就有一个升降的一个效果。这边呢是一个纯黑色的翻包皮啊，当然这个大家也有见过。接下来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呢？就是一个2022款的全新的华硕 ROG 的一个定制灯板啊，一个五件套。机箱内部呢四个灯板，前面板改装了新版的机械之眼，然后这边呢这个当然大家应该也有见过，这是一个机械之眼的手办啊，它到时候可以装在我们这个升降屏上面，会有一个升降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最后呢连立二代的霓虹线，这不用讲了啊，加装了一个霓虹管。那基本上这就是这款机箱所改装的部分。那接下来毛子就不废话那么多，咱们直接进入主题，开始装机。好的，那装机第一步呢仍然是打开这个主板。主板呢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这款主板是在所有的 Z690 里面我觉得应该是排行第二吧，因为在这个690 Extreme 之上呢还有一个 EG， 它是一个分体式水冷的版本。正面呢这没啥介绍了，就是 ROG 传统的包装啊，背面有介绍这个主板的一系列的接口呀参数等等。咱们接下来直接拿出来实物，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一张主板的价格约等于一张3080啊，对吧？你们就是说自己体会。打开之后呢，这边有一个保护套，用来保护我们这个主板。咱先把主板放在一边啊，先不讲主板，因为一个新主板拿出来之后，我觉得应该先给大家介绍这个主机里面的这个配件。首先分为这个四个部分啊，我看往下面还有没有了啊？往下面的话就没有了啊，只有这一层了。我们直接把这一层拿出来给大家讲一下。首先这个左上角这个盒子里面，哎呀，这个很精致啊，如果说没猜错，这里面应该是个 U 盘吧。啊，我拿出来，哎呦，这个还真不是 U 盘啊，这是一个转接卡，转接风扇接口。我取出来给大家瞧一下吧。这边呢是一个九针的接头，然后应该是可以插在主板上面。这边是有这个五伏的 RGB 的灯光接口，对吧？然后一些跳线帽，那这个应该是。不行，这个我还得待会儿研究一下，因为我也是第二次装这个 E， 这个我还没研究过。待会儿呢，咱们就是说详细的研究一下，把这个盒子呢先放起来。这边有我们一个机械之眼，对吧？然后金属 logo， 这边是一条跳线，这边呢是 M.2 的一个螺丝包，一个垫片，一个螺丝包。这个呢是在刚才那个 DRM.2 的接口上，应该是，对吧？把这些放起来，对吧？这些就没啥讲。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盒子。第二个盒子首先这边应该是一个说明书吧。好的，说明书，然后有一个 ROG 的明信片，然后新版 ROG 的一个贴画。哇，这还是蛮丰富的。然后继续往下面打开，这边呢是 ROG 的钥匙扣，这是这一代都有的。这边是五伏 ARGB 的分线器，有一个1/3的分线器， ROG 给赠送的。这边有一条 USB 转九针的一个 Type C 的这条数据线， SATA 3.0 两条 SATA 线啊。这边呢是一个显卡支架，这个之前有给大家介绍过，包括 H 的主板里面也有。这就是这一部分配件。然后这边的话，哇，这个就有意思了。首先啊，我要给大家简单做个介绍，对吧？这边是一个 U 盘。这个 U 盘里面附送着我们这个主板的所有驱动，这边呢有一把 ROG 的一个螺丝刀，对吧？ ROG 的这个螺丝刀还是蛮好用的，对吧？装机的时候可以用到。然后这边呢有一个声卡，这是背面的 Type C， 然后直接转出来一个音频接口。声卡呢功能是挺强大的，这个得具体的大家自己去体验，这也就不讲那么多。这边呢是一条 DRM.2， 它是在我们的内存右侧，可以把这个固态硬盘装在这个接口上面，又可以扩展更多的 M.2。 这就是基本上这部分的构造。这边有一个 RGB 的控制盒，这个控制盒呢就相当于是之前我们装的龙山二代水冷上面那个控制盒，那个功能类
类似，有一个 RGB 线连接主板之后，然后侧边的这个 RGB 都可以使用了，这边的风扇接口也可以使用，就是一个扩展设备啊，大家可以简单这样理解。这边的话哦，这边是一条 WiFi 天线啊，这就没啥要讲了。那基本上呢，这些就是我们这个 690E 所给我们带来的配件，要用得上的那可能就是这个 DRM.2 的接口了。但是呢，我个人建议这个我就不包机主装了，为什么呢？我把它现在的固态装在它主板上面的 M.2， 等将来它再需要扩展的情况下，把这个盔甲给装上，因为这个它比较方便操作。但是如果说我装上显卡以后，它再去拆显卡再去装 M.2 就会非常的不方便，所以说我建议我把这个给机主预留，等它将来扩展的时候再用。那这些呢，基本上就是它的全部配件了。配件讲完了，接下来我们把主板拿出来。OK， 这个呢就是这一代的 690E 啊，哇，好重啊！这主板我这手头没有秤，我要有秤，我高低得给大家称一下。首先啊，大家会发现这个主板到处是盔甲，底部呢直接全部覆盖了。这个位置呢，它不光是一个散热片，这边还有一个小的液晶显示屏，可显示我们开机自检的时候的一些信息。这边是四通道的内存，这就是我给大家讲那个 DRM.2 转接口。而且装 E 的情况下会遇到一个问题啊，给大家讲一下，可能这会儿给大家讲大家不是特别明白，因为它这盔甲呢比较厚，我们如果说装冷排加汗毛的情况下，这个位置是100%会顶到的啊。还记得大家有一次我们上次帮那个上门客户装机那个啊，就是遇到了这样同样的情况。这边有一个开关重启 Type C， 然后它这个接口全部设计在了侧边，有这个主板的24 pin， 这边两个 UIB 3.0， 六个 SATA 3.0 的接口，其他的也没啥要讲了，就简简单单。这边呢是它背面 L 接口的所有接口，对吧？还有一个比较超级超级重的一个金属背板，用来辅助我们这个主板散热。好的，那其他的就没有什么过多的要给大家扯了，接下来咱们就直接步入正题啊，开始装机。首先呢，我们先取出来这颗 CPU。那这个 CPU 呢大家肯定会这样，那毛子他选的啥 CPU 啊？这起步不得12900K 啊？其实呢我们机主是有一颗 12900K 啊，但是呢他又买了一颗 12700K 的散片，所以说他之前已经买过 12900K 了，只不过这一堆硬件没有买，所以说这一次找毛子装机，先让我帮他装个这个 12700K， 回家之后呢他再把这个 12900K 给换上就行了。你想啊，人家买这么高的配置，那能差事吗？那指定不差事的，这肯定得上 12900K。 我现在装的是一颗 12700KF， 不过不要紧，回家之后呢机主就把它给换掉了。 CPU 呢我们先安装好，我安装完成之后呢，接下来咱们把这个固态硬盘给装一下。他选择了两片三星的980PRO 2TB， 该说不说的，现在这个需求量都这么大了吗？ Win11 的系统这么占空间吗？都必须要用到这个 2TB 的固态啊，真是的。咱们先把这两个固态硬盘给取出来，接下来呢咱们先把这个 M.2 的这个螺丝拆掉，拆掉之后把这个固态硬盘装。我不知道为啥最近装机的金额呢一直在突破，从一开始2-3万到4-5万到现在5-6万啊，越来越离谱。不过说实在话啊，那毛子呢这个690 12代这一代还没有装过这个 Z690EG， 我想问一下啊，有没有哪一位有志青年愿意挑战一下，打破一下这个尴尬的局面，让毛子有幸装一片 Z690EG 呢？ EG 就是带有分体水冷，安装上去了一个冷头，就是必须要装分体水冷的那一款。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基本上反正就是华硕的一个排布了， 690EG 690A 690E 还有 F 啊。对了，大家记得把背面这个膜也撕了，这个盔甲真的，我觉得这盔甲也得值500块钱，做的这么重。下面还连接了一个液晶显示屏，装好之后呢咱把这个盔甲给还原，再把螺丝给固定紧，这样我们第一条 M.2 呢就算是装好了。所以说呢，我说我装在这儿，将来如果说它插上显卡了，客户再想去加装固态的情况下，那这个位置它就不太容易拆装了，所以说我把这两个位置给它装了，将来机主要扩展的时候直接装这两个位置，这样就行了，很简单的道理。但是我们装机呢必须要考虑到，接下来把这个第二条 M.2 呢也给装一下，第二条这边有4颗螺丝固定。 OK， 这样的话这个盔甲就拆掉了，拆掉之后呢这边可以装两条 M.2。哎呀，这个设计有意思了，兄弟们，我都要给大家讲一下，这是 EG 跟别人不一样的。刚才我很自然的这样去安装固的，哎呀
但是发现这个缺口是相反的，那说明什么呢？它不是人家设计有问题，是因为这个人家这个接口设计是反向的，是要这个样子安装的。大家别误会，以为搞错了，是固态硬盘错了还是人家接口错了？因为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还是第一次见这种反向的。正常的情况下，这个接口全部都是正着装的，知道吧？就是字面朝上这样正着装的。但这个EG设计蛮有意思的，对吧？因为这个颗粒在这一面吧，热量比较大，所以说它这样设计应该是让背面直接接触底部的这个散热装甲，可能导热系数更高一点，更有利于散热。到底是华硕做东西呢，都是别出心裁啊！机主也给你讲一下，将来如果说扩展的情况下，这个接口是反着的，记得把背面的这个膜也给撕掉，这样呢它才能吸走热量，从而起到散热的效果。固态呢我们就已经装好了，然后接下来呢把它的内存条装上。内存它选择的是知奇的换风级，6000频率 C36 的10域，两条 16G， 一共是 32G。 机主说了先装 32G， 将来不够用的话再去做一个扩展。我在这里呢也好多人在纠结，这个12代到底是应该选择第4的内存还是第5的内存呢？那么第5的内存不明思义，它这个内存的频率更高，但是呢这个延迟呢也着实有点高。第4的内存虽然说频率没有那么高，但是延迟低，我只能讲就是各有利弊吧，看大家都主流的是玩一些什么样的游戏。当然呢如果说你选择顶级的主板的情况，你像这个 E 它也只支持 DDR5 的内存啊，根本不支持 DDR4， 所以说根据你的主板和你的硬件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是6000的，目前来讲这应该也算是 DDR5 的最高规格了吧。好的，这两条内存呢已经装好了，而且这一代设计这个卡子全部在下方，在上方的话你不方便操作，下方直接打开这个内存就可以拔出来了。那目前来讲这个主板部分呢就已经搞定了，接下来咱们记得把这膜帮机主撕了，要不然用的时间长了就散热效果不好，还影响我们的主板。这个膜记得帮它给撕掉。哇，撕膜的感觉还是很爽的。这个 IO 接口这个膜也记得撕掉。这个主板部呢我们就已经搞定了， CPU 固态内存接口没有装，将来它自己去扩展就行了。接下来呢咱们把其他的硬件拿出来啊，机箱什么的给整理一下。机箱呢我想就不用再做过多的介绍了，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黑色太阳神。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它两侧的玻璃拆掉，以及它的原装风扇啊等等等等，先把这些基础工作先整理一下。这个机箱呢我们已经完全拆散了，接下来呢咱们就要把硬件往机箱肚子里面填。那么首先呢我们先安装一下主板，取出来这里面的主板螺丝，一共9颗螺丝，然后9颗铜柱都已经固定好了，接下来咱把主板放进去，直接打上9颗螺丝就好。对了，另外呢要给大家讲一下，因为 Z690E 它是一个 E-ATX 的版型，所以说正常我们需要把这个支架往外面调一下，这样呢才能把这个主板放到我们这个机箱当中。放上之后用手稍微拖一下，OK， 这个主板装好之后呢，然后接下来咱把这个电源拿出来，把电源装一下。电源它选择的是海运的一个钛金1000瓦。好多人说毛子为什么不选择雷神1200啊，或者说雷神850啊？兄弟们，这个是钛金认证，那个仅仅是白金认证，哈，你懂得。那是一个梳子辈儿啊，一个爷子辈儿，能理解吧？它就代表着更高的转化效率，更加的省电。另外这个钛金1000瓦呢？它是12年质保的，我们正常的像 ROG 的雷神啊都是10年质保。这里面是它的说明书3包卡，这些就没啥要讲的。有一包螺丝包和扎线带，然后这边有一个电源的短路器，我们可以检测这个电源的好坏。好的，取出来里面的电源，
然后接下来呢，咱们把这些要用到的线材全部拿出来给整理一下。 OK， 这个电源呢我们已经整理好了，然后接下来我们把它放入到电源仓里面，把它给固定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把电源固定好之后，首先第一步先把这两条 CPU 供电给大家整理一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曾经我教大家的 CPU 供电假如说够不着的情况下该怎么办。那么有两种方案啊，第一种呢就是像我这个样子直接斜着把它拉上去，拉到我们的主板里面。如果说这个线还是短的情况下，可以从主板这个背面这个空间里面整理过去。我们这个样子的话肯定是不够的，或者说往右边这样整理的话也是不够的。所以说呢，对于这款电源这个机箱来讲，我们只能把它斜着直接从这个位置整理过来，插在我们的主板上面。OK， 我们把这个 CPU 供电整理好之后，然后接下来把这个龙神360拿出来，把这个冷盘呢给安装一下。这个呢就没啥要讲了，也是老朋友了，大家都见过无数次了，里面自带了三把猫头鹰风扇。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先把它的 TT 的风扇装上，因为这个冷盘呢机主是要求要加装汉堡的，所以说正面呢我们装上去三把 RGB 的风扇，背面呢把这三把猫头鹰的风扇装上，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先拆出来一盒 TT 的风扇。那这个位置呢我们是只能安装这个12厘米的，因为这个冷盘是12的。把这个风扇拿出来之后，我们找到这个风扇螺丝，先把这底部的三把风扇给固定一下。好的，正面呢这三把风扇就安装好了。给大家讲一个小技巧，就是说大家在加汉堡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冷盘里面附送的螺丝呢，这种长螺丝只有12颗，那假如说我们在正面装上去12颗之后，那么背面的风扇呢就没有螺丝固定了，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这种短的螺丝从第二个孔位穿过来，这个样子固定住正面的三把风扇，就省出来了12颗螺丝，然后背面在夹汉堡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多余的螺丝可用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把顶部的冷排支架拆掉，然后把这三把猫头鹰的风扇给安装固定一下。好的，这个冷排加汉堡呢我们就已经搞定了，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把背面这个 TT 的风扇整理一下，整理完成之后把这冷排从顶部安入到我们的机箱当中。好的，在这里呢友情提醒大家一下，如果说大家选择太阳神这款机箱，你的主板恰巧用的又是这个 Z690E 的这款主板，那如果说你要顶部加汉堡的情况下，你这个样子安装你的冷排是装不进去的，因为这个盔甲它做的太靠前了，刚好挡住我们的冷排，知道没，在这个位置刚好是被这个风扇挡到，那怎么办呢？那现在呢首先呢有两种解决方案，对吧？那第一种
那我们直接不加汉堡啊，那这个问题呢就迎刃而解。第二种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装在机箱的前面板，对吧？装在机箱的前面板就是这个位置，然后我们加汉堡去装这个三轮的冷排也是没问题啊。那当然，如果说你硬要把它装在顶部，还要加汉堡，那毛子呢教大家一个独门绝技。首先呢，这个风扇挡道，但是我们垂直这样安装是可以放进去的。啊，就垂直的情况下它不影响，但是斜着的情况下就影响。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我们把这个冷排放入到这个支架当中，然后拿出来一把螺丝刀，因为它顶部呢是一个冷排支架，这个冷排支架呢都稍微有一点点韧性，对吧？这时候我们拿螺丝刀插入到这个支架当中，然后把它往外面别一点啊，这个样子。接下来这个所有的冷排支架这个孔位呢就可以完全进去了，听见没？因为它左右有一定的间隙，再加上这个冷排架有一点韧性，这样呢就可以安装了。但是虽然说安装上了，但是有一个不爽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拆的时候，假如说啊你用了时间，你要拆的时候，这个时候是稍微有点费力的，你不能这样去硬拉，知道吧？还用同样的方法，知道吧？拿这个螺丝刀啊，把它们这几个挡片这个卡子呢全部给它拉出来，对吧？像我这个样子，然后这个冷排呢就可以直接拿出来了。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个冷头的扣具装上，然后把这个 CPU 冷头给固定一下。然后我们把这个冷头装完之后呢，接下来把尾部的这颗14厘米的风扇以及前面板的14厘米风扇给安装固定一下。那么这个位置呢要给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因为这 TT 的风扇呢它是需要单独连接自己的控制盒，只有一条线，它也不用接风扇线或者说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走线呢当然大家可以从顶部单独的整理出来，也可以从底部啊，像我这个样子，待会儿把这个线全部扎在这个底部连接自己的控制盒就行。那么如果说大家所使用的风扇它需要用到单独的风扇供电的情况下，
大家可以把它接过来，从这个位置连接过来，直接装在这个华硕原装的这个控制器上面。然后这样的情况下，风扇接口全部接上，可以省掉一个控制器，走线的时候呢也会方便许多。那接下来呢，基本上就到了大家最喜欢的走线环节了。当然在这个走线之后呢，我突然想起来我们机主呢还改装了一套翻毛皮，好吧。那接下来呢，大家再给我3分钟的时间，我把这些柱子呢全部拆掉，拆掉完了之后把这个翻毛皮给安装一下。兄弟们，就快要完事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厂家给我发这个翻毛皮给发错了，两边呢都是3个孔位的，发成一边的，这边是2个，那这个呢咱们就没有办法继续了，好吧。咱没事，先把它给放在一边，咱们继续其他的工作，然后等一下这个翻毛皮。好的，那这个灯板呢和柱子我们就待会儿再装。那接下来呢基本上就完事了，主机呢我们已经安装的差不多了，到了大家最喜欢的走线环节。由于这个视频时长呢，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走线放到下期视频了。如果说想学习这个机箱这种方案的走线教学的，可以参考我们下期视频。 OK 兄弟们，这个主机呢线呢一下子就走好了，当然呢这个走线我们放到了下期视频。如果说大家想学习这个机箱走线的，可以参考我们下期视频，这里呢就不给大家多介绍了。最后呢再啰嗦几句，因为本台主机呢是本月的机王之王，改装了一个前面板，机箱整体呢做了翻毛皮的包围，加装了一个机械之眼的手办，改装上去了一个升降屏，连立2代的霓虹线，包括顶部的冷排呢加装了一个汉堡，全部加装了 TT 的风扇。这是2022款最新的华硕太阳神的一个 RGB 灯板，瞧见没啊。中间呢这个系统呢我已经做过了，大家瞧一下这个位置，有没有人能根据这个2秒的动画能猜出来这是出自哪一部动漫呢？评论区见。好的，那接下来呢这个主机我就不废话那么多了，咱们直接看一段它完美的展示效果。